离开那个鬼地方了。老大，后山是禁地，会不会有危险？你放心吧，我可全都想好了，就是因为禁地才没人巡逻，而且山里有不少机关，普通门人。可是老大，前面有机关的话，我们要……你慌什么？大路是不太好走，不过我有可靠消息，凭你老大我的本事，仔细找找，说不定就能发现。到时候从密道……老大一定能找。等出了天山就安全了，这西域可是早就混熟了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看，这是功法书。老大，傻呀你，忘了昨天怎么跟你说的。那这几个月老大你拿来……当然是把他屋里的功法书，那混蛋之前一直防着我不让我去，现在啊，只要那混蛋能学……哇，老大，哼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天山派看不起咱们算什么，天底下有能耐的门派多着呢，再不进老子自学也能成才。到然后咱们就再回天山来，好好教训那个血混蛋，出了这口恶气。啊，老大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挣钱还……那是当然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赶紧走吧。哦，好。What?
苏清明、麦可芳，你们站住！是执法弟子，怎么办啊，老大？嘘，别慌，站好了，冲他们笑。哦。二位师兄，上午好呀！你们不去参加大比，怎么到这后山来了呀？你还知道这是后山啊？说，你二人为何私闯禁地？哎，师兄，这可不好乱说啊！我们哪有这个胆子？是药堂的周师叔，他叫我俩来采些草药，给师兄们炼药用啊。本派子成立以来，可从没有到禁地采药的规矩啊。哼，我看你们是存心潜入禁地，图谋不轨。喂，就算是执法弟子，也不能随便冤枉人呐。我们只是对这后山不熟，才一不小心进了禁地啊。行了，你们俩不顾门规，趁着门派大比私入禁地，还和妖物斗争，你以为可以隐瞒吗？群妖骚动，必是有人夺宝，你们分明是包藏祸心，蓄谋已久。识相的，赶紧束手就擒。有什么话到执法堂去说吧。我们没有，我和老大只是想下山啊。芳芳，什么？算了算了，实话实说吧。二位师兄，我们确实想离开天山，只是路上不小心惊扰了那些妖怪，并没有夺什么宝物。顾清明，就算你们俩没有夺宝，可是外门弟子是不能私自下山的，这你清楚得很。师兄，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，我和芳芳入门两年，无论是练功还是干活从不偷懒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可就是因为我不服那姓谢的欺压，年前内门选拔的机会都被他搅和了，现在我也懒得计较了，只要让我们下山，从此两不相欠，我保证我们绝不跟天山派为敌。笑话，你们进了天山派就是天山派的人，谈什么两不相欠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执法弟子，你俩私自下山擅闯禁地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。至于你说的那些，我会报给师父的，如果查明确有其事，执法堂也不会放过那些欺压同门的人。师兄，何必跟他们说这么多，抓回去就是了。你们真要助纣为虐，不能放我们一马吗？少废话，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好吧，可是你们要保证说话算数，回去以后光我们一个公道。这个字，穆师叔。师父，走了。糟了，快追。该死的穆清明，别让我抓到你。哈哈，好啊，前面是悬崖，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。亏我信了你的话，你竟是为了逃跑胡说八道。老大没有胡说八道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不用说了，是真是假为了执法堂自然清楚。分头走，待会我大喊一声吓着他们，你就往左边跑，别停，咱们山下去。嗯。怎么还想耍花样吗？我才不跟你们回去，就算查清楚姓谢的有错，穆师叔也不会放过我们俩的。这可由不得你了，我跟你们拼了。还敢动手？你一滴二还能撑那么久，真是小看你了。师兄，客气了，还是你们厉害，瞧我这剑都快给你们劈断了。喂，麦克芳呢？哎呀，这家伙人呢？不会是趁机跑的？不会内门功夫也不能把我一人扔这儿，太不仗义了。行了，别演戏了，就算麦克芳没有偷学内门功法，他也一样犯了私闯禁地。你抢先对我们出手，这会儿又东拉西扯，只是想趁机逃走。喂喂，师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麦克芳我们必须带回，这道红江锁
凭你的功力是破不开的，暂时在这休息，省省力气吧，我们这就去捉那小子，你们俩谁都跑不了。好了师弟，不要说了，走吧。喂喂，二位师兄别走啊。幸好冯江锁无法圈地为牢，只拦了一面，应该还能。但愿芳芳机灵点，在我出去之前，别顺着悬崖，好像能爬出封锁范围。这崖上，没办法，尽力而为吧。锁了，娘。你们也去休息一下吧，今天暂时在这里过夜了，明天我们。是主任。老师，路上很辛苦，你还是去破庙里休息一会儿吧。我刚才看了看，这里就有另一块破庙山下，虽然看起来很久没人经过了。那就太好了，这一路全靠老师您带路了。如果不是我看错了下山的路，大家也不会错走到这座山峰。老师千万不要这么说，你们的帐篷已经架好了，快去休息吧。是。阿叔。姐姐你呢？出来干嘛？刚刚收拾得有点脏，我去那边的水潭洗洗脸。掉到哪儿去了？你不上来吗？那个是我的。啊？哦，你说是的，这是我的项链。哦，你说没什么，给你。谢谢你啊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项链。啊，对了，你怎么会从上面掉下？我不小心脚滑了，从悬崖上摔下来的。那个，不说我了。我是和同伴们从山的那边翻过来的，可是没……哦，这不好意思。你还好吗？不错。我们在那边的庙里搭了帐篷，你要来换一下衣服吗？太好了。你是汉人吗？对。我叫郭清明。嗯，是的，按你们汉人的习惯，可以叫我阿英。啊，庙就在那边。
姐姐，你回来了。咦，这是谁？他从山上摔下来，掉在了水潭里。在下顾秋明，不慎落水，想借个地方烤烤衣服。那里有火堆，我让人给你拿一套干衣服。哎，真是太感谢了。顾大哥，你是汉人吧？怎么会从天山上掉下来呢？一言难尽，不说了。哎，你也是爬山人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你们汉话……我叫阿叔，我的老师是汉人，他教过我们中棒的东西。哦，那你们来天山干什么？我们要去长安。姐姐，我们是帕沙王的使者，要去长安拜见天可汗。什么？你们是帕沙使团？那你是？我是使团的正使，这是我们的副使，也是我和阿叔的老师。啊，对，阿叔刚刚说大叔是汉人。是啊，在下温远，祖籍淮南，不知顾公子是哪里人？我是长安人，你们这次要去的呀，就是我老家。那顾公子千里迢迢来天，我的事儿已经办完了，现在就想回家去。这就巧了，顾公子，在下在帕沙生活了很多年，实在不清楚如今西域的情况，不知顾公子可愿与我们同行，送我们到长安呢？你们没带向导吗？实不相瞒，我们的向导在路上出了些意外。那就麻烦了，这一路可不好走，等出了天山要穿过沙漠进玉门关，再沿着关道走两个月才到长安。入关之后且不说，单就这关外可就……那你可以和我们一起。这个顾公子有什么难处不妨明言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有个兄弟是跟我一样从天山上下来的，中途走散了，而且还有恶人在追我，我从悬崖上摔下来，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有危险。有可能啊，所以我得去找他，而且这山上有不……顾公子的意思怎么会呢，我就是想请你们帮忙一起找找他，你们人多吗？老师，你使团时间不多，不过既要麻烦顾公子引路，眼下已经很晚了，既也只能这样。方方挺会捉迷藏的，应该没那么容易被抓到吧。顾公子，哎，别，我不习惯在屋子里睡帐篷，怪憋屈的。那把我的毯子拿给你吧，垫在地上。那多谢你了哈。真好啊，华贵亮丽又不扎人，这么舒服。这好东西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卖个好价钱。睡觉睡觉，明天还得去找芳芳呢。什么声音？门没关好，刚才可别有什么事。
这一恢复自由，就连月色不知道刚刚那人去哪儿了。哎，那不是好像在想心事的样子，去打扰他。这么晚，水边说不定有蛇。顾公子，你还没有睡吗？我听到脚步声，担心出什么事，就跟来看了，没想到是……我有一点事。是啊，今晚的月光特别美，映在水边的画。对，很好看。阿姨姑娘，你是想家了吗？有一点吧，这是第一次。哎，阿姨姑娘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汉人的传说里，这月亮上有一位长……我没有听过，他是谁？说来话长了，传说从前的天上有10个太阳，人们热得快要活不下去。后来有一个叫羿的人出现了，他是尧帝的射师，剑法通神，因为用箭射掉了9个太阳，拯救了苍生，于是被尊称为大羿。嫦娥啊，就是这个大羿的妻子。那嫦娥为什么会在月亮上呢？后来呢，西王母为了表彰大羿的功绩，赐给了他一颗不死药，只要大羿吃下去就能成仙，不老不死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这颗药被嫦娥拿去吃了，然后他就飞到月亮上，再也下不来。可怜的大羿从此只能对着月亮思念自己的妻子。啊，嫦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就没人知道了。有人说嫦娥想永远年轻漂亮，也有人说大羿看上其他姑娘，惹怒了嫦娥。还有人说大羿的弟子趁他外出来抢夺不死药，嫦娥不愿把药给坏人，只好自己吃了下去。人们对嫦娥的想法猜来猜去，几百年了也没个定论。总之后来嫦娥因为思念大羿，就停留在离大地最近的月亮上，一直住了下来。阿姨姑娘，你觉得嫦娥为什么要吃这颗药呢？我想可能嫦娥只是觉得，如果大羿看着他变老死去，会很伤心的吧。也是啊，毕竟谁也不知道吃了那药就会上天了。那反正因为这个故事，我们汉人都把月亮当成思念的象征，出门在外想家了就看一看月亮，告诉自己我的家人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。你们表达思念的方法很美。你呢？在你们怕什么？我们对着火说出心里的话，火焰就会把我们的思念传给远方的亲人。就像现在，你可以对你的家人说，我到天山这边了，找到人给我带路了。是呀，就像这样。哎，这火怎么回事？不，你别害怕，我不会烧到你的。我不是怕，就是吓了一跳，这火怎么一下子窜起来了？我在家乡是侍奉圣火的马革，就是你们说的祭司。你是帕沙圣教的祭司？难怪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正使。不是的，我和其他马革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山神很多年前赐给帕沙一件圣物，用汉话说叫流火金，一直被放在圣火前供奉。我从小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可以和他说话，可能是流火金的照顾，我总是对我……那你们没有试着找找，看看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吗？有，可是一直找不到别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除了马革，好多人破……这倒奇怪。哎，你这次带出来了吗？就是这个，看着还挺漂亮。你记得平时吧？好的。不。我明天找到你的。好，谢谢你。没什么，反正我也要回家，顺路了。那什么，不早了，快回。好的。
好的，